今天我们来到了Brisbane 的 City 哈、哦，我们这边拍相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各位朋友好，我是 Elizabeth 啊，我就现在呢，来到那个 Brisbane 的 City 这边，看看风景。我的儿子请吃饭，所以我们就来这边走走了。哈哈，介绍你们看一下那个我们这那边景色，看看那个景色啊、哦。这边是我们 Brisbane 的 city 啊，在澳洲，在澳大利亚，澳洲的视频，那个高楼很高的，你看，我都很少来这边，因为我们住在那个 Underwood 那边。这边就是 city 了， city 来的是那个Brisbane city， 对面那边，呢是那个他们的公寓，他们住家的，还有船座，船在那边呢，还有船呢，我们到这边拍拍照，看看风景，还有船呢，还有船呢，这个是李阳呢，李阳啊 ，say hello， 还有Lillian，Hello， 我们又见面喽，你看这个哦，那个灯光啊，非常的漂亮，景色很好看，还有一个船呢，你看那边的船哦。这边一个还有一条船在那边，可是人比较少，大多他们因为现在是那个冬天嘛，我们在澳大利亚是冬天来的，现在都是他们躲在餐馆吃饭啊什么，很少出来外面这边，呢有点风，比较大。你看那个你看那个呢，那个餐馆也很多人的，那边他在里面，那些人都在里面的，这个蛮好看的，那个船开始行走了的，这个船呢是给那个游客坐的，你看那个船哦，也有白天比较多人坐，现在是晚上嘛，晚上呢比较少游客，因为现在也是冬天，呢比较少人坐，那个船呢，行走了现在，人很少在船里面，只是几个。很不够关，有点黑，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改天再见了，下个视频见，这样我们拜拜 ，Lillian 我的好朋友 ，Andrew 是我的好朋友，好像弟弟一样，姐妹一样，OK。怎么搞的？